老君这个石造像，它也体现了，就是当时我们泉州，在宋元时期是海上丝绸的这个东方的第一大港，海洋贸易的文化呢的兴盛，带来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繁荣。伴随呢道教的兴盛，于是呢有了这个雄厚的经济实力来建造老君州的这个道观。在据泉州府志记载呢，禹先年位于罗山和武山之下。罗山呢有北斗殿，武山呢有真君殿。可以想象呢，当时的规模道观群非常的庞大。1990年的时候，在它周边挖掘这个道观遗址，挖掘出来的石构件体量非常的大，可以与开元式的这个石构件相媲美。有了这个经济的实力，包括当地的民众和官员的推崇，于是呢道教的兴盛达到了